时呢，我们这一节重点的新闻要赶快来带大家来聚焦。今天呢、真的是震惊各界，艺人林志颖惊传了车祸。好，目前最新的状况又是如何？我们刚刚把时间先交给特报主播陈佑来告诉大家。陈佑，请说。好了，我们谢谢盈秀。我们持续来关注这个艺人林志颖他的车祸意外。我们从这个画面上面就可以看到了，其实今天早上林志颖他是开着自己的白色特斯拉行经到了桃园市芦竹区中正北路上的时候，是发生了自撞的车祸。我们可以看到呢，整台车是陷入了火海，而且呢现场的这个是黑烟哦，直窜天际，现场的画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险哦。然后呢，这一台车也是火速起火燃烧，就连林志颖他本人还有他的儿子呢，在事发当下都在里头。那么林志颖他人是在驾驶座，而他的儿子是坐在后座的。然后您可以看到，在现场的时候，事发当下，这个车子已经陷入火海了。然后呢，有不少的民众都是上前来帮忙把人抬出来，因为当时呢，在事发当下的时候，旁边就是工地，工地的工人们听到了巨大的碰撞声响之后呢，赶快前来到现场来灭火，而且呢，一伙人赶快呢来合体的把林志颖从驾驶座拖出来，那么他的儿子呢也赶快先把他拉出来，合力来拉出车外。那么他们的救援的顺序一开始先把在后座的儿子把他拉出来，接着再把受困在驾驶座的林志颖硬把他拉出来，因为在车祸当下恐怕这个车体已经变形，他整个人呢就已经卡在车子里面。可是因为事发当下很紧急，火都已经烧起来了，所以这些呢工人们赶快硬是非常大力的就把林志颖抬出来，那么抬到一旁的树荫下来休息。重点是没想到一拉出来之后，整个火势就迅速的蔓延，非常的惊险那么我们也实际呢来找到当时非常热心救援的工人们，我们马上来听一下他们还原当时的搜救状况。听到工作中听到有声音撞击声，我们就出去，而且看到一部车撞到我们，赶快灭火器开始灭火。当时是你把那个林志颖拉出来吗？当时的状况怎么样？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吗？现场车内状况？哦，车上已经有两人在那边，同事在那边救火，就赶快开车门以后，他们那个小孩子在后面，小孩子先拉出来以后，驾驶室里面那个就把他用。等于说硬拉出来，硬拉出来的。你那时候第一时间的时候是有听到声响是不是？对，就听到一声嘣一声嘛。嘣一声这样子。对。那后来你就跑过去看。哎。然后你那时候车子起火了吗？起火了。起火了。大概你跑过去看的时候，大概前后大概多久时间？一分钟。不到。一两分钟而已。一两分钟而已。那时候车子已经起火。对。然后车子里面都还没有人下来，是不是？对。那。小朋友先出来还是大人先出来？小朋友先出来。小朋友，林志颖当时的那个状况是，他是都不能讲话，他有昏迷吗，或者是怎么样？意识可能还有一点意识了，但是就是脚卡住在底下。嗯，啊，你叫他有回应吗？没有回应。他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他的那个脚踏板那边的。脚踏板那边卡住这样子。大哥，你当时看到他们两个人的伤势怎么样？小孩子是胸部有撞击了，大人的话可能是脸部跟肩部还有脚击了。是整个都是有血是不是？还是脸部的血比较大一点。小朋友有哭闹或者是怎么样吗？或者是？还好，小孩子小的时候要去参加赛车比赛吧。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他今天可能要比赛，没有办法去比赛。小朋友有说他今天要去参加赛车比赛。对呀、啊。所以他当下是没有说在救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哭闹的状况。没有哭闹。那你们说那时候车子已经起火了，然后你们才从车上把人救出来，那时候情况多危险？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车子火已经烧到车内了吗？我已经剩几秒钟了。剩几秒钟？为什么会这样说？人一拉出来，人还没拉出来，外面里面外面的引擎那边开始在爆了。车头在爆了，已经听到另外的爆炸声，一直爆了，火势也大了、然后只好硬拉出来，脚卡住的地方可能有点受伤。脚卡住的地方有点受伤，所以你拉出来之后，车子就整个起火燃烧吗？对，拉出来可能不到五秒钟就开始，整个火势就蔓延到驾驶室。所以是先把小朋友抱出来这样。对。
那这个爆炸声有一直持续吗？像鞭炮一样吗？还是说一声而已？零零碎碎好几声。零零碎碎好几声。那车子里面有一些火烟的状况，有烟已经有跑到车子里面了吗？开始。也有了这样子。那火这还没有窜进去就对了。那时候车里面温度会很高吗？温度蛮高的。好，真的还好呢，在车祸当下，一旁就有工地的工人呢紧急来救援哦，才能够让这个林志颖还有他的儿子能够及时的来送医。那么我们也持续来关心哦，这一起呢不明原因失控撞上了分隔岛的这个车祸意外，那么林志颖的特斯拉是当场起火燃烧，现场的工人听闻巨响之后呢，就探头来查看，喝见了这一起特斯拉的车祸，那么当时呢就赶快和好心的路过的民众呢，赶快来把这个车门打开，协助林志颖的父子来脱困。那么路过的民众呢，把他们拉出来的时候，其实根本不知道驾驶就是林志颖，是等到呢救护车抵达，他们才安心离去。所以呢，有网友他就在这个 PTT 上面就有特别的说到哦，现在照这个特斯拉电动车车祸的危险程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而且更何况没过几秒。就从各位刚刚所看到的这个车祸现场的画面，没过几秒，整台车就是陷入了火海，而且呢，黑烟是直窜天际，所以呢，没过几秒，整个全车就燃烧了。他们就说，其实志颖是非常的好运，那么也希望呢，等之后啊，林志颖整个康复之后，也希望能够来好好的报答人家。所以我们现在呢，持续来回顾这一整起的车祸意外的经过，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在事发当下，有没有整台这个白色的特斯拉直接陷入火海，那么当时呢，浓烟是直窜天际，消防队获报之后呢，赶快到了现场来布水线灌救。那么当时车祸呢，一旁呢就是工地，所以呢，现场的工人，也就是呢各位您刚刚所看到的这个现场工人，在回顾事发经过的救援过程，还有这些路过的民众，都合力的把林志颖父子来拉出车外。而且更可怕的是哦，五秒之后，整个车头就起火燃烧，还好。当时呢，人都已经救下来了。警方呢也在现场调查哦，就发现哎，其实林志颖他当时的酒测值是零，所以是没有酒驾的状况。那么为什么会撞到了这个分隔岛呢？疑似就是因为没有注意车前的状况，酿成了这一起的意外。那么在事发之前呢，我们也来回顾，其实当时林志颖呢，他是要带着他的儿子去比赛的，然后呢就开他的特斯拉开到了一处路口。回转之后，林志颖他就开车，然后就一直往右边偏，过了十一秒，整台车就自撞到了这个分隔岛，然后呢陷入了火球。那么一开始呢，就有车祸现场的照片流出了，就是各位所看到这两张这个黑白的照片。可是当时呢，流传到了网络上面，这个是事发当下的伤者照片，大家就在猜到底这是不是林志颖，没有办法直接证实。可是有网友就来比对哦，当时在事发当下，林志颖他身上所穿着的这个上衣，还有佩戴的手表，就发现哎，这些衣服、这些手表之前在林志颖的脸书上面都有看过，所以呢，最后才开始有就是认定说，哎，这个人就是林志颖。而最后呢，包含了这个警方以及呢经纪人也都证实是林志颖。那么这一起意外整个的伤势的状况也带你来了解哦。那么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林志颖他的伤势是颜面以及肩膀有这个粉碎性的骨折，而且还有轻微的脑部受伤，所幸呢他人现在是还没有生命危险的。而至于呢他六岁的儿子，因为当时是坐在后座，那么是有撞到胸部轻伤，虽然他这个是绝对是会受到惊吓的，可是呢这个儿子他在送医的全程都没有掉下眼泪，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的勇敢。而林志颖的太太呢，也在傍晚的时候将会召开记者会来说明这一整个伤势。当然呢，在事发之后，太太也是赶紧到医院来关心先生的状况。而现在呢，这一起整个的车祸的意外哦，警方呢也是继续的来调查当中，同时呢也公布了在现场的这个最新的画面哦。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自撞前的时候，这一辆白色的特斯拉，它是行经中正北路口，它是先在这个路口处回转哦，然后呢，在回转之后，随即呢就往这个桃园区的方向来行驶。可是怎么会越开
整个车子就越往右边偏呢，到最后就是直接撞上了分隔岛。而其实从画面当中您可以看到林志颖当时开车的速度其实还不快哦，可是怎么会在这个11秒过后他就因为不明的原因在前方的路口往右偏离的车道自撞了呢？这是目前警方要来厘清的。虽然警方说疑似是没有注意到车前的状况，但是详细的状况到底是什么， 又会不会跟这个自驾的系统有关系，这都是后续必须要来调查的。所以有车友就分析呢，林志颖的身份是赛车手，技术应该是没有问题，也猜想呢是不是跟进阶版的自驾系统当中自动变换车道的功能是有关系的呢？但是这些的部分都还必须要由警方来厘清。那么在桃园市的中正北路，今天上午发生了这个林志颖他驾驶白色的特斯拉的自撞车祸意外，他也自撞了分隔岛，然后呢整台车子就直接陷入火海。那么林志颖还有这个儿子呢也都分别受到这种轻重伤。那么稍早警方呢表示现在的火势已经扑灭，道路也恢复了通行。我们来听一下警方的最新说法。有关111年7月22日10时50分发生在芦竹区中正北路桥上小客车自撞交通事故一案，本分局说明如下：48岁林姓男子驾驶小客车行驶中正北路往桃园区方向时，因未注意车前状况，不慎碰撞汽机车分隔岛，随后车辆便起火燃烧。事故中林姓驾驶及右方男性乘客头部及脸部分别受到轻伤，目前已送往医院诊疗中。原警对驾驶实施呼气酒测浓度测试，其酒测值为零，未有酒后驾车情事。目前火势已扑灭，现场交通已恢复正常。旺旺水神抗菌液，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没有疑虑的，可以上快点购。还有这边呢有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 我辣气，可以享有折扣优惠，请大家好好把握咯。